闽南算闽南人，闽南人跟那闽南算中国人，比如说语言那边算中国人，多人三批，你是耶稣，耶稣有什么屌啊？哎，哦，一直按，一直按。哦，线死掉了，哎，会死掉的，这是。很强，我死了。哎，我也回来。什么？我有点跑。死掉了，这么脆弱的这个人，我快跳车了。耶稣，快点，耶稣！妈的，我卡在，耶稣，刚才卡在里面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开头哦，我在开头那里有吗？哇！要讲完，它很难玩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，哎、欸，不好玩了，没有想象中的好玩。对啊，不是它遥控很怪、欸，很难控制，哦，死掉了，这么脆弱，死掉了 ，What the fuck？ 哇，这么脆弱的，你慢慢加，我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慢慢加，慢慢来，遵守交通规则。哦，奉公守法，好公民，即便慢慢记啊，慢慢记啊，不要喝汽水了，干！耶稣，不要喝汽水啊，要喝红酒。对，喝红酒，开购物车，算酒驾吗？购物车不是车。我出去，出去，退退退，退款，退款。最后一下，我要加速，疯狂加速一下。等下谁知道你这样子玩一下，玩出精髓？喂，这样子没有精髓，只有不能退款而已。哎哎。啊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有人撞下，就没有撞到东西跳起来，我就在你后面。妈的，没看到了，跑啊！一路跑，丢跑丢，有人跑很快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哇、哦！哎、哦哦欸，没有死、欸，死了，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没有死，快点到终点，看那个。这游戏就终点是什么这么弹？这个跳好像没有屁用呢，跳车是有用的，跳跳没有用。哦呦，我激动！有人慢慢接啊，有人。哦呦，一跳一跳死！哈终于在这个路口我没有翻车了。哎呀，我感觉我可以把这游戏屌死了。快点退，快点退！走，我们退出，退出。对对对对，直接退款。快速退，快速退。退款原因不好玩。